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 中国传统的新年呢，总是会准备一些腊肠、腊味、香肠，考一下大家，为什么过新年要准备腊肠、腊味、香肠呢？请留言抢答，答对了请你吃今天的腊味饭，超简单又超美味的腊味饭，我觉得是消耗家中腊味最棒的料理之一。而且今天是分享你家里电锅就可以做的版本，当然如果你想搞一个专业的砂锅来制作，当然也没问题。基本上只要掌握米饭的水分，不管哪一种锅都可以成功做出好吃的腊味饭哦。不啰嗦，立马来备料，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荧幕截图，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首先介绍主角腊味，通常会选用腊肠或是干肠，甚至也有人会加腊肉，就完全看大家喜欢哪一种哦。像颜色比较深的是干肠，有人可能会不喜欢干肠，那你也可以不加。之前也有分享过自制腊肉，其实我很喜欢自制的腊肉，不过今年做的腊肉已经全部吃光了，只剩下两条自制的高粱酒香肠。如果有自制香肠或自制腊肉的，也可以改加自制的香肠或腊肉，也很棒哦。料理很弹性，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风味。也许会有人觉得加台式香肠好像不太正统，那你就别加啊，你就加你觉得正统的腊肠或是干肠就好。如果是用腊肠干肠的朋友呢，可以清洗干净之后呢，淋上一大匙的绍兴酒，大概腌制个20到30分钟，中途可以稍微翻个面，就是让它每面都均匀沾裹到绍兴酒，最后可能会残余一点点的绍兴酒，没关系，等等加入米饭当中一起蒸，就不会浪费了。我觉得绍兴酒有画龙点睛的功效哦，尽量不要跳过，真的真的没有就改用黄酒或是米酒，就这样静置吸收个20到30分钟。今天直接用平常煮白饭的 IH 压力电子锅来煮哦，就直接用吃饭的白米，什么月光米啊、香米啊都可以，水分对了就会好吃。然后把腊肠、干肠、香肠随便你要哪一种肠就放入，剩下一点点没吸收的绍兴酒也放进去，就直接用煮白米的功能来煮。因为我想要有点锅巴，所以我选择高压高火力哦。如果你的电锅没办法设定高火力，没关系，就选择普通煮白米饭的行程。这个步骤想用压力锅啦、铸铁锅啦，或是传统电锅，通通都可以哦。就是煮白米饭的概念，边煮白饭的过程边蒸熟腊味。蒸饭的过程我们来调个等等淋饭的酱汁，你可以先按照一次我的配方，如果觉得太咸太淡哦，可以再做微调。酱汁搅拌均匀之后呢，就放一旁备用。蒸饭行程到了之后，我们就直接开锅盖，哇塞，真的超级香。我们先移除所有的腊肠腊味，先放一旁哦，稍微放凉之后等等再来切。这个饭呢已经是满满腊肠腊味的油脂哦，我们直接淋上刚刚调好的酱汁，翻拌均匀。给大家稍微看一下锅底的部分，这个就是超爱的锅巴，好香，好好吃。这个步骤没什么技巧，就是把饭跟这个酱汁呢拌匀。其实这个有一点像台式猪油拌饭的概念，怎么可能会不好吃呢？不用腊肠，光这个饭就好吃无比。你看看，你看看，看看这个晶莹剔透、粒粒分明的腊味饭，真的是很好吃。如果刚刚没有锅巴的朋友，你也可以这时候关锅盖，再加热个五分钟左右，或移到瓦斯炉上加热五分钟也可以。香肠、腊肠、干肠稍微放凉之后就可以来切咯，就切成自己喜欢的厚薄程度。切成薄片呢，是为了等等摆盘漂亮。如果你想把所有的腊味切成丁状，然后整锅饭一起拌，其实也没问题，就看你想怎么呈现咯。我觉得弄腊味饭真的很方便耶，搭配之前分享过的十香菜，或是直接炒一盘青菜，就可以搞定一餐咯。如果想让它上桌更好看，可以找个漂亮的小容器，或是小的铸铁锅、砂锅，装填入刚刚拌好的饭，表面铺上腊肠、干肠。有没有？有没有？摆盘完本来从价值100块，整个变成一碗定价900块。好啦，承认我是黑店。最后再撒上葱花、香菜做装饰，淋上些许的冷压芝麻油或香油，喷香好吃的腊味饭，等你交作业咯。But I don't know that much about you. What the
it out. You know we should work it out. Before I'm too invested, I should probably ask ya, ask you all my questions, get to know you better. Why can you be trusted? Will you take me for granted? And will you let me down? 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让他做给你吃。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下次见，拜拜。It kinda makes me go crazy. But we should take it slow. Work things out so you don't let me go. When I come real close, I don't wanna get hurt. Cause I'm not ready to give you my heart yet. Before I'm too invested, I should probably ask you all my questions, get to know you.